黑心地下繁殖场，动保团体救出五十狗。没水、没饲料，什么都没有，大概堆到头了，危险大了。我感觉，你有感觉，你会甲饲到安尼吗？有感情，你会饲安尼吗？安尼无感情，安尼快停诶！你这样子有感情吗？动保处与动保团体昨天早上突袭高雄这家地下繁殖场，竟发现超过五十只狗生活在这脏乱、满地排泄物的环境。哪里成毛了？你这个不是一两天的事了，他们最少一两年了。不要摔了，你撞到那么紧了。你这样根本就是虐待的行为了，一定要乱摸！我跟你讲，都没办法，我们要抗议到底。动保处人员最后决定将狗狗全数没入，交由动保团体处理，并对事主开罚，最高可罚75,000元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